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坐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停课不停学已经实施一个多月来了，家长还有小朋友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了我们线上教育、线上教学有什么样的成果亮点，为您邀请到非常重要级的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处长林助理林处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过港幼儿园的园长简美秀简园长。好，主持人好，还有现场的观众大家好，园长妈咪好。今年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个停课不停学一路就延到了6月28号，紧接着就是放暑假，不少家长都会反映说，这个低年级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要他们在线上，要在电脑前，在电视前坐着看，真的是很难呢。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基隆市的老师真的很厉害，我发现老师都超有厉害的之处。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好好看一看我们基隆的老师了。那我们要先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的教案，很多的方式可以透过现在有的资源来进行，有哪些结合呢？是的，一般幼儿园的小朋友呢，他的确没有办法像国小或国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他可以乖乖的拿着平板或者坐在笔电前面上好上满一节线上教学。那么幼儿园的小朋友停课不停学，在家做什么呢？我想，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很喜欢看电视里的卡通影片，所以电视是他们很熟悉而且非常好用的一个学习媒介。那我们就善用小朋友这样的一个特性，特别呢跟中嘉吉隆合作的24小时在家不断电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总共呢拍摄了有14集非常精彩的在家也能学习的在家也能玩的教学影片。这些影片呢内容包罗万象，里面包括了体能的，然后亲子烹饪的，还有艺术、数学、科学，面向非常的多哈，所以只要小朋友在家，爸爸妈妈，你可以在每天早上的早上10点半到11点，或者是晚上的8点到8点半，打开中嘉吉隆3频道，就可以收看这14部非常精彩的教学影片。真的非常的好看，因为学校老师就突破了线上的教学限制，让荧幕前的小小孩跟着学习哦。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亲子科学游戏。我们要来玩利用橡皮筋来夹杯子的游戏，道具很简单，我们只要在橡皮筋上面绑4条绳子，好，绑几条其实可以取决于家里面有多少人要一起来进行。好，那首先我们如果要用橡皮筋把这个杯子啊可以套住，蝴蝶老师你觉得要先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要先把它拿着，然后拉成一个正方形再移动过去，然后打开的时候把橡皮筋套到那个杯子里，然后再把它夹起来。哦，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这样子一起这样拉开。可是是不是要有人发号施令啊？那谁要负责说？你。我来负责说，那我数1、2、3，我们一起拉开哦。好，1、2、3，张开。好，来移动过来咯，移动过来咯。有耶。好，这时候很简单，松开，很棒，噔噔，好，夹起来了。好，可是如果要来难一点的挑战，好，我想要把它粉红色，对，粉红色，要把它立进去。好，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好不好？好，慢慢移动，移动，移动。好，准备哦，要放开了哦，会不会对不准？不会，那一样我来讲哦，1、2、3，拉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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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成功，很棒。好，这次换你发号施令，好。1、2、3。好，拉开，把它过来。好，夹起来。好，你要站起来移动吗？换你带我。好。好，OK， 到位了。3，噔噔噔噔噔噔，耶，很棒，成功，给你一百。耶，好。好，所以刚刚分享了几种不同形式的玩法，爸爸妈妈可以运用创意，再想想看有哪一些可以建筑的这种造型。但是人越多，你觉得越简单还越难？越难。对，越难。因为大家
的力气都不一样，如果力气不一样的时候，有可能会弄到。嗯，没错哦。好，所以我觉得啊，爸爸妈妈除了在带孩子玩这些科学游戏，或是进行一些创意发想的时候，也可以多跟孩子进行像这样子的对话，想想看，哎，小孩子有时候动动脑，也会有比我们大人更具有创意的想法哦。哎，我觉得看完这个游戏，我觉得小孩以后长大可能就是操作那个无人机啊，或者是那个乔氏起重机啊，抓那个货柜的，这应该都是蛮厉害的。那这个刚刚看到是我们的科学游戏嘛？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的是聪明动，到底要怎么样动一动呢，让小小孩可以散发一下精力，家长们呢也可以跟着运动瘦身，快看看。篮球接接热，我们就是要用利用这个纸杯，然后把乒乓球弹到地上去，用我们纸杯把它接住哦。接着就让我们看看我们两位小帮手如何示范哦。来，现在我们先接接来咯，准备哦，接住，很好，放到口袋里面去。再来是妹妹，哎，好棒哦，换姐姐。我们这个游戏可以让我们孩子练习到手眼协调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广告气球，然后来进行很多的球类的运动哦。第一个我们要进行的是拍拍乐。现在我跟我的小帮手轻轻地把球放在手上，然后我们可以往上，轻轻地往上，再往下，然后往右边，再往左边。这个动作我们可以让小朋友练习到他的专注力哦。接着下来，我就要用这一颗广告气球把它变成排球，我要跟我的两位小帮手一起来打排球。来，我发球咯。好，姐姐拍过来，喂，再来换妹妹拍过来，很好，姐姐拍过来。这是我们的拍拍乐排球赛。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一颗气球变成了足球。我的两位小帮手待会会跟着馒头老师一起做一些足球的基本动作哦。来，现在我们的小朋友轻轻地把球放在地上，然后轻轻地踩住它。哇，这样可以让我们孩子练习平衡哦。5、4、3。好，我们再轻轻地把脚放下来，然后双脚打开，球拿起来，我们用脚轻轻地夹住，我们还可以手叉腰，然后往上面跳十下，不让球掉下来哦。预备，开始，1、2、3、4、5、6、7、8、9、10。各位爸爸妈妈，你看，我们今天已经用这个广告气球做了很多的变化，也玩了很多的游戏，对不对？那相信各位家长有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困难点，就是球只要轻轻一拍，他就飞得好远，小朋友就被气球给带走了。所以说，馒头老师今天就用了一个小小的方法教大家。我们用一条鞋带，你可以在气球的打结处给它绑上一个打死结，然后在另外一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也是打成一个圆形的死结，那就会套在小朋友的手上，就好像溜溜球的概念是一样的哦。那现在就由我们两位小老师跟着馒头老师一起来为大家示范。来，小老师，我们把球先放上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上面拍。对，往上拍。好，现在我们要把广告气球变成了躲避球，但是要加上一条绳子，这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练习到他的敏捷性哦。那现在就由我们的两位小老师来为我们做示范哦。好，姐姐，哎呦，换妹妹咯。咦，对，很好。哇，这真的很好玩，可以看到一个气球可以变换出非常多种的玩法。那当然像这样的课程很多，哎，在电视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哦，对不对，处长？是，没错。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的课程呢，非常的好玩有趣，很简单很生活化的物品，老师就可以带着孩子，完全让孩子完全专注在其中。所以我们这些课程呢非常的精彩，它能够培养学生的专注力、协调力，还有跟人际之间的互动力。那这么好的课程呢，大家看起来它很简单，好像看戴了老师他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了。事实上在完成这些课程之前呢，他必须
先设定好我这堂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然后要规划缜密的教学流程，最后这些看起来很轻松的教学活动，可能它是模拟了上数十堂甚至上百堂的课程，不断的反复修正之后，才能够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完美的流程啊。不过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你别担心，你不用想那我要怎么去设定我的教学目标，我要去怎么写我的教案，这些您都不用，只要你准时收看我们这些电视节目呢，我们很棒的老师跟着我们很棒的老师这样子的流程去走呢，我想就可以在家轻松的跟孩子一起停课不停学。哎，真的，因为就是善用云端空间，还有所有的媒体力量啊，让所有的家长跟小朋友，其实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的在线上学习。所以教育处也非常用心哦，还特别举办了记者会，一块来看看。由于全国停课期间延长，为了让学子停课不停学，基隆市长林佑昌在防疫记者会上宣布，与中嘉基隆有线电视合作推出多元学习课程。首先在 Channel 3公用频道播放基隆市教育课程，6月1号起更将在随选视讯地方专区开辟基隆专栏，方便市民透过遥控器随点随看，方便学习。我们停课但是不停学，那我们透过跟基隆的有线电视业者来洽谈跟合作，让现在最便利的这个有线电视可以为防疫来尽一份心力啊。所以我们基隆市的教育课程现在呢在第三台哦公用频道就可以来观看，那包括体适能、生活园艺，还有像艺文、音乐啊、电影欣赏，那空中的母语教室的动画学习短片都会在第三台来轮播。那这个课程里面的亮点哦，有包括我们基隆市的老师们大家很用心来制作跟配音的空中母语教学的动画学习，那有包括这个闽南话，有包括客语，那也有包括原住民语言所以可以让孩子们看卡通快乐的学习母语。那第二是我们中嘉基隆有线电视那我们启动一个叫做随选的视讯，那可以随时这个随看来学习。那我们在这一个有线电视的云端空间，那在地方专区的地方呢有开了一个基隆的专栏那我们把课程的影片放置在云端的空间里面，从六月一号开始，好，大家注意，从六月一号开始，就可以方便收视户在这个电视遥控器上随时来点播影片。另外，在有线电视第121频道也会播出教育部委制的艺人领域课程影片。5月31号起，更将推出国小低年级国语及数学两科的线上教学影片，希望让低年级家长放心。那播出教育部委托制作的艺人领域课程的影片，包括综合以及体健，还有包括艺术跟科技科技四个领域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影片教材这个也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家长大家可以来善用，提供孩子在这一段居家学习的时间里面多一些学习的一个课程那我们会在5月31日起还会增加播出国小低年级大家听好，国小低年级的国语跟数学线上教学的影片，那也请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善用媒体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是线上教学，就是老师要在荧幕前面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那就是另外一种挑战。要带大家来看一段我们这个老师幼儿园的老师他们进行的船的实验，还有自制夹子好，放开。还记得这只会动的蓝翅小红鸟吗？今天樱桃老师就要来教你们怎么做会动的夹子偶哦。要准备的材料有一张纸、彩色笔、晒衣夹、
剪刀跟双面胶。首先我们要先拿白纸跟彩色笔，在白纸上画你想要的动物或是人物，尽量有大大的嘴巴哦。画好之后把它剪下来，接下来把嘴巴的地方剪开来，变成这样两半。然后我们要来粘夹子的部分了，撕一小段双面胶粘在夹子的上面，然后把白白的那一层撕掉，多的双面胶再把它折回来就好咯。像这样把多的双面胶都折进来，下面那一半的夹子也用一样的方式粘双面胶，这样夹子就粘好咯。然后拿出刚刚剪好的图案，分别粘在夹子的上面跟下面，粘好之后你的图案就可以动啦，是不是很简单呢？可以做成这样人物造型的，也可以做成动物造型的哦。如果你想挑战更厉害的话，可以在里面藏秘密的小惊喜，像是这样，只要把图案粘在夹子的另外一边就可以咯。你也可以试试看不同的造型，想一想在里面放什么神奇的小。哇，我觉得看完之后，我觉得老师好厉害啊！不但要在原本的基础上，还要再想一些小心思在上面，更让孩子可以看得清楚。那我们要请教园长妈咪了。其实老师在做这些线上教学的时候，很有趣，对不对？是，其实老师在做这些的时候啊，像他，像夹子这种东西，在家里就有了。那因为放假期间，那要怎么去找这些的资源？那夹子它就是可以你自己家里就有了，然后用一张纸就可以画一画，画好了就可以用，然后就可以演故事哦。好，这样子做完了，那你家里有几个夹子，你就可以做多少，那你就可以通来演故事。然后再来是那个会动的哈，因为孩子都很喜欢动的东西，像刚才那个船啊、保特瓶家里都有，我们常常喝完的饮料就可以拿来用，橡皮筋也有。浴缸有没有？家里的浴缸都有，水放一放，孩子他就可以玩得很开心。所以这一部分啊，其实在线上啊，在家里，其实我们不要给他想得太难，其实用生活化的东西去玩它，就会很好玩。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看，我们还有别的影片，像找暖暖。什么叫找暖暖呢？我们一块来看看。下一个题目是，请你去讲软软的东西，要别的，不可以重复。软软的卫生纸，你看这样还比较通去找了。对，找软软的，软软的东西哦。所以这个找软软的，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玩的，叫资源前线。好，找软软的，可不可以找硬硬的？可以。然后可以不可以找长长的东西？可以。可以哈，还可以找短短的。所以你看这里面的影片啊，小朋友其实他们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还有像这样的。其实在玩的时候也是一个孩子比较可以玩，而且比较不会无聊，不会想说要去做什么。然后我们说这个都叫做线上的粉丝会，所以孩子非常期待。每次到了看早上是早上九点呢，或是下午三点，其实爸爸妈妈也会把时间留出来，他们会特地的帮孩子就是帮开这个。好，再接下来再看看。那其实在幼幼班的部分呢，其实他们更小，然后要线上的时候确实是要家长帮忙。那幼幼班有很可爱的地方哦，像我们放这样的一个影片，老师跟他互动的时候，那时候幼幼班说，老师会跑出来跟我握握手吗？老师会不会跑出来抱抱我呢？因为他太久没看到老师了。
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候，孩子其实在线上教学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不要给他想成太难，跟他聊聊天，玩一些生活上的，问他最近怎么样啊，其实孩子就会很开心，那也让家长可以很放心，老师没有忘记他，小朋友也不会忘记老师，然后复课的时候也会很开心。然后我们再看看，接着再下一个，下一个是 Hello, 小西瓜，猜猜看，今天老师要用你们在美劳区做的小人偶来演什么故事啊？想不想听呢？一二三，好戏开锣！有粽子哎，我要来吃粽子喽！啊喵喵喵，好好吃啊！嘿，你在吃什么啊？我在吃好好吃、好美味的粽子啊！为什么你要吃粽子啊？像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因为端午节快到了，那平常我们到端午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让孩子来认识我们的节庆。那今年线上呢，因为放疫情的关系，没办法。进行这样一个活动，老师们就想到说，其实这些的素材，其实这是纸卷，也是美劳区的，然后他给他设计了一下，就可以来讲屈原的故事，把这样的故事也让小朋友去看，然后在看的当中啊，小朋友其实这样录好的一段影片啊，其实孩子可以重复的看。他其实播完了，我们放在 YouTube， 然后他可以重复的看。那老师在做这些的事情啊，其实前置工作也要花一些时间哦，因为，老师他觉得说我要录好这一段影片，要录得很完整，其实他们还要去，剪辑，有时候录好的还会再去做剪辑。那这样的东西看完了之后，孩子可不可以在家里做？可以做。好，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看完了之后，孩子也可以在家里操作，就不会说他只是看完了，他还后续还可以做一点美劳，可以演给爸爸妈妈看。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最近我们老师还利用这样演完的故事之后，在端午节那一天，还真的前戏哦，还在来学校拍立蛋。好，带孩子拍立蛋，然后跟孩子一起在线上玩，这也是老师的其他用心的地方。他觉得说，其实孩子因为这段时间都看不到他们，然后他们用了一些方法在做这些啊，其实也是很有趣。其实刚开始我们推这样线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抓了很多影片给孩子看，其实家长哈不太会去点。后来我们觉得说应该是我们老师去说故事，或者是我们自己老师去带，好把那我们变成主角，好，然后其实孩子就会去看他，而且留的时间也会每天哦，其实会很期待那个时间到，然后赶快去看他。看完之后呢，有时候还会再重复看。好了，家长都会有留言说，孩子看完有的已经看了哇将近十遍了，还继续再看，好，他们会重复一直去点阅他，好这个。这一次的这样的疫情，其实也让我们学到很多。然后这些影片拍好，我们也想到说以后要给它结集起来，好，其实在教室也可以用。然后像有些故事录完之后，我们也想说以后就可以放在教室里面，孩子复课的时候还可以再听。所以这样的疫情当中，让老师也学到另外的技能，然后家长也不会在家里很无聊。其实不要给他想成太难，就是很简单的活动，然后让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嗯，哇，真的就是很开心哎，亲师生都一起成长哦。那今年呢，我们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因为疫情，所以就停办了。也没有停办，就是改成线上了。那真的是前所未有。那有没有话要跟今年的毕业的小朋友说呢，处长？是，我首先还是要恭喜今年大班毕业的小朋友们，虽然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实体的被取消，那有些园所改成用线上回顾的方式带大家重温这一年美好的一刻。那我想我们现在不妨就想象我们现在是来办全市的大班的毕业典礼，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年来我们经历了有什么样精彩好玩的。首先大家想到的一定跟我一样，就是
我们大班剧场体验，我们的林佑昌市长带领2407名幼生前进国父纪念馆观赏九歌的儿童剧，这是具体落实文化平权的一个表现。所谓的文化平权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论家里的家庭社经背景或者是贫富贵贱，通通都能够一起到剧场里面去欣赏精彩的儿童剧，在心中埋下艺术的种子，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有机会可以再回到剧场欣赏这样美好的戏剧表演，来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我想这个就是文化平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跟价值，这也是林佑昌市长在103年指示我们教育处要做剧场体验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价值。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园长呢，其实103年的时候他就是当年的苦主。我们刚开始起家的时候，这一场活动呢，我们只给10万块去办这样的剧场体验，所以那个很多事情园长他们都是带着园里面的老师哈，自己把它生出来，连夜赶工做出来。但是因为有了成功的第一步，我们连续办理到今年已经是第5年，才有机会可以跨到外县市前进国父纪念馆。我觉得这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当天国父纪念馆的馆长梁永斐梁馆长也出来接待市长跟我们这2000多名幼生，他直夸我们这全国创举呢，破了他们国父纪念馆开馆48年来的2个纪录。第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国父纪念馆从来没有这么多幼稚园的小朋友到国父纪念馆去做参观跟看剧。那第二个记录呢，是他们有2500个座位席，在全国是相当大的场地，但是被我们的幼生跟工作人员全包的做的水泄不通。他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惊奇的，我们破了他的2个记录。我想当天呢，所有的小朋友在看剧的过程里面，我一直听到后面小朋友不停的笑啊、拍手啊、欢呼啊，真的是完全沉浸在戏剧的这样子的喜悦当中。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动。当天市长的脸书几乎是被家长赞爆、灌爆，一路都非常的期待。最好的行销方式。对，我们都很期待说下一场啊，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哦，我们可以再为下一届的大班毕业生哈，也是举办这样让人家永远怀念的一个难忘的一个经验。那第二个，大家一起回顾会想到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大班作品展，今年呢首度前进国家级的博物馆，也就是我们位在基隆的国立海科馆。它提供它3楼跟5楼很宽敞很明亮的展场，提供我们基隆市公私立幼儿园总共2000名作品在那边一次展出。因为它的展厅够大，所以我们的作品不用像以前必须要分梯次展出，那展的时间就会变缩短，只有一半。那这次每一个孩子的作品都足足展了1个月，所有的小朋友跟他的家长呢，在这1个月时间都可以免费进到展场里面去做参观。我想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孩子在他成长过程里面，他第一次有机会努力完成一件作品，然后在一个很棒的正式的展览厅里面去做呈现，他有机会站在他的作品前面跟他的家人甚至跟不认识的参观的民众来介绍他的理念、他的创作的手法。那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吧，这个大班儿童作品展。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教育处长林助理及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馆长陈淑芬与小朋友共同揭幕下，全国最大幼儿作品展在海科馆正式展出，让整个博物馆变成充满童趣的梦想王国。为了我们的儿童节跟我们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今年特别打造了我们幼儿园大班的，我们的幼儿们有一个很特别不一样的节目。那这些节目里面就是由他们自己的创作，然后我们进国家级的博物馆来做展览。
那我们刚才光从这一个他们的创意里面就可以看到，哇，我们未来的主人翁真的是创意满满。小朋友开心地向林友发介绍作品内容，将近2000件作品展现了小朋友丰富的想象力。这个上面这边要大大的，跟这个一样大，然后越上面的都是用越小的粘土，然后越短的棒子再把它剪下来。但是我用了汉堡套餐，然后这个可以用碗，也可以用丝，然后全部都是我用手的。家中小宝贝的学习成果能在国家级博物馆展出，让全国民众欣赏，不仅小朋友开心，家长也非常感动。透过孩子的作品被大人看见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透过幼儿教育很多的带领，包含课程的引导，然后活动的设计，其实孩子的想象力跟他的整个的学习发展可以更完整。那我也看到他在幼儿学习这方面好像就是一个毕业前的一个展演，所以孩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跟期待。欸，真的好好玩哦！孩子说，嗯，这些都是我做的，非常有成就感哦。那这样的美好的回忆，其实还有哦，就是我们的多元体验，一块来看看。这个是老幼共学，其实这个是在我们隔壁的社区发展协会的地方。然后小朋友，我们是利用上课时间带孩子。跟爷爷奶奶一起互动，然后这些长者啊，其实也很棒，你看他们会跟孩子一起玩哦，好，所以这个是其实在大班我们也是尽量说在大班中班的时候带孩子去关心这样一个社区，然后其实老幼一定要一起学，因为长者也有他的智慧，然后小孩有他的其实好玩的地方，所以他们可以融在一起，其实可以共创更好的。他也是给他留下一个最好的回忆。那刚才说的那个多元体验其实很好玩，我们今天呢那个教育处很用心，他们直接把脚踏车搬到摄影棚。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把脚踏车搬到摄影棚呢？这跟他们的课程的多元体验是有关的。处长是，我们现在镜头带到前面，我们有三台大中小的幼儿的脚踏车，里面包括了他的头罩，事实上在当天还会有护膝护肘，那小朋友是在真正的驾训场里面去进行模拟考照，就是模拟重型机车它考驾照的一些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小朋友如果压了在红灯压线的话，他就会哔哔要后退再来一次，这样子想，而且这个辅导员呢会告诉他说，你刚才因为违反了什么规定，所以不能通过，所以你再来一次。小朋友对这个交通规则就会印象非常深刻。透过这样子多元的体验的模式呢，我们在去年呢总共安排了10种类别，每一种类别呢上3场次，所以总共有30场次，2100个孩子体验了多元不同的体验课程有多么的多元呢？我前面的这台凯比机器人，它是手脚都可以动的。那透过这个机器人的课程呢，这是我们其中的一堂课。在右手边，园长妈咪右手边的这个小台的天文望远镜呢，这也是我们幼儿天文的课程之一。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桌面上园长妈咪可以帮我们展示一下，还有那个星象盘，还有我们这个看得到这个日。就是星象的一些图案，这些其实都是课程活动之一。你看我们的我们的幼儿多元体验课程真的是非常的高档哈，可以说我们投入了最好的资源，就是要给我们幼儿的孩子。那还有包括像凯比机器人以外呢，还有 keyboard 的程式教育，总共有10类，每一类都是非常的精彩，都是秒杀的课程。哇，真的很好玩呢！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带小孩，我们都要去那个 baby boss 才能够体验到这些职业类别的课程。现在都不用，直接在我们的幼儿园就可以带你亲身体会。所以就是带小朋友直接去监理站骑脚踏车吗？是我们。对对，没错，直接带到监理站去骑，然后在骑的时候，其实这跟我们考那个驾照一样，完全它的程序都一样，你要通过了才会发一张证，驾照给你，对，你可以就拿到，就是有驾照的，然后你就可以
骑脚踏车了。对，哇，真的是很难忘哎。所以你看，现在6月28也快到了嘛，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暑假喽。像这样好玩的课程会延续吗？漫漫暑假有没有推出什么活动可以供亲子参加呢，处长？我们刚刚提了很多哈，都是我们教保资源中心或者是各园所办的相关活动。事实上，我们从停课不停学开始呢，我们的教保资源中心呢就采线上的模式办理，所以从6月5号开始呢，每周开放课程，那每次大概是以1小时作为就是活动的时间，那一周呢大概有5-6堂课，那所有的课程报名呢都是在我们教保资源中心的脸书上面会公告课程的名称跟课程的时间，所以家长只要在我们脸书上进行报名之后呢，按照时间透过 Google Meet 来上课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材料的部分呢，我们也会事先寄到报名所填写的地址，所以你在家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材料来进行上课。课程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包括亲子体能、艺术、科学还有卫生教育。像体能的部分呢，譬如说透过用毛巾啊，或者是A4 大小的纸张啊，就可以来玩一些亲子互动。像艺术的部分呢，家里一定有空的保特瓶，加一些小石头或者是一些豆子米，就可以变成发出声响的沙林。那老师就可以透过这样子自制的沙林来上一些跟声韵、声音大小有关的一些身体律动的课程。那像科学也很简单哦，像我们拿一个马克杯，里面放几张厨房纸巾进去，然后再加一点水，我们把它倒出来，会倒出来什么东西呢？什么都不会掉下来，因为水被厨房纸巾吸了，那厨房纸巾吸了水之后，又会粘附在这个马克杯的杯底，所以当你翻过来的时候，孩子预期他会都掉下来的东西都没有东西掉下来，孩子睁大眼的时候，其实就是学习的一个开始哈。那之前呢，在我们教保资源中心非常夯的秒杀课程，是跟基隆市牙医师工会合作的洁牙的夏令营。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把实体改成线上，所以也欢迎爸爸妈妈一起来做报名的动作。这些线上教学的课程呢，我们持续还在就是扩增当中，会持续通过我们教保资源中心的脸书来发布最新的规划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上我们教保资源中心的脸书持续关注，一起学习。对，真的，除了我们的线上学习，其实还有很好的就是我们的平面阅读学习。在今年呢，我们的大班毕业生啊，都收到市长满满的祝福跟礼物。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哇，这礼物真是超棒的，中英文都有。我在这边呢，要先剧透一下哈，我们今年精彩的大班的毕业礼物哈，是世界上知名的绘本作家卡尔爷爷他所绘制的《好饿的毛毛虫》这个经典的系列的绘本。这些绘本呢，它除了有很精炼的文字，充满了韵律感的文字之外呢，它也透过色彩缤纷的这样子的拼贴画来就是带领小朋友去深入书中，所以这本书呢，我想应该是每一个幼儿，甚至是每一个幼儿的家长，大家共同的回忆。为什么我们会选这本书呢？因为我们希望打造基隆市成为一个国际城市，我们是国际邮轮的母港，非常有潜力可以发展成国际城市，所以我们规划了从幼儿园、国小、国中到高中一条龙式的双语教育的发展。在幼儿园的阶段呢，我们希望用沉浸式的生活化的方式来让孩子幼儿在生活中去体会那个语言它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考试科目。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么棒的一个经典的绘本呢，让孩子从简单的这些
文字当中呢，体会有另外一种语言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它是双语的，所以后面呢，它也有中文的部分。爸爸妈妈呢，您可以用你的语言优势，不管是英文或者是中文，都可以在家中跟孩子一起来阅读这本书。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本书来推双语，也可以来推亲子阅读。那我这边一定要提到的不是这个卡尔爷爷呢，他今年已经91岁了，只是很不幸的，他在上个月5月23号就是去世。那虽然他离开人世，不过我想他这个想象力丰富的这个非常丰富的创作呢，会持续陪着我们大班幼儿一路成长。那我们全市的大班幼儿呢，2800名都会收到这个经典的系列绘本里面5本当中的1本。有哪5本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除了《好饿的毛毛虫》呢，还有这本《看到我的猫吗》，还有《袋鼠也有妈妈吗》，还有这本《从头动到脚》，以及棕色的熊，还有这一个棕色熊，你在看什么？如果爸爸妈妈如果陪伴小朋友，像我们家小孩已经大了，但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都有给他们看过，真的很好玩，而且今年的真的更特别，因为他加了英文，就是你在一边看的时候，那些英文单词就会印在小朋友的脑里了，那真的是一举两得啊！那就可以看到基隆市教育处的用心了。处长，那刚才说到我们平面的，就是亲子阅读，然后到我们的线上学习，那在暑假其实没有暑假停课这件事，因为我们还是继续在线上学习。我们教保资源中心开了非常多很丰富的课，我们要请园长妈咪来跟大家分享。还有什么样的课程可以建议给家长来报名呢？其实还有哪些课程哦？其实就像我们的亲子体操啊，就是听好动一动的那一部分，还有就是我艺术类的吗？对对，还有艺术类的，还有就是还有科学类的，还有饮食类的这一部分。好，所以其实还有那有些饮食，其实在线上看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家里操作。还有一些体能的，你用完了之后也可以在家里，好，可以跟孩子一起玩，好，就不会很无聊。所以在线上，其实今年的暑假不会很无聊，它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也可以看看我们所拍摄的一些影片，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在我们的教保资源中心。因此，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教保资源中心它线上的亲子体能课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呢？一块来看这段毛巾体操。请姑妈来帮我的忙，姑妈来帮我的忙 ，OK， 帮我的忙。然后呢，我们先背连背，背连背啊，背连背，背连背。好，上传，上传，下传。上传，下传，好，来，接下来做的是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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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学会了吗？学会了吗？今年在幼儿教育，基隆市政府长期以来就用了非常多的心力哦，那当然这个成绩也非常的亮眼哦，很多创举是全国第一哦。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幼幼专班的托育政策。幼儿班可以学什么呢？幼儿园里面不过就是吃吃点心，然后睡了午觉之后就放学回家了吗？其实2岁的时间正是奠定人生品格态度的一个黄金期，所以我们幼幼专班的老师呢，他会特别设计课程。举例来说，长乐妇幼他是获得2018年KDB 国际认证特优，他们会自制用纸箱做成
学区区的教具，里面包括了冰箱、烤箱、洗衣机啊，所以他还会带一些真实的物品，就带幼儿在里面去体验他们的课程，然后一起去学习如何洗衣服、如何煮菜，而且是小组合作共同完成的。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可以培养幼儿他生活自己的能力，可以学得如何与人合作。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市长都会很要求，像深澳的硬体设备真的很好，让他上学之后啊，妈妈真的是可以很专心的在工作这一块，孩子们在学校的适应感觉又很好，然后都是开心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送孩子来上学，就是真的很放心。因为其实很庆幸在基隆，小朋友在基隆出生，因为我知道这几年市长好像对于小朋友这一块特别用心，然后我们也真的有看到改变。10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提供了8%的供应量，让家长可以把2岁的幼儿送到我们的幼幼专班来，同时逐年去增加扩充师资、扩充设备。那到了今年，我们的供应量来到了33%，足足成长了4倍。基隆市政府率22县市之先，首度达标的政策，期待在明年我们还有500个名额开放之后呢，我们全市的家长可以免抽签，我们会一起努力达成家长们的期待。哎，真的政策让家长们都非常的有感，因为呢小朋友得到很好的照顾。那在课程设计上面更是不得了，像是109学年度我们基隆市的学校复兴国小，他得到了金质奖。哎，你快来看看。要来看的是基隆市七堵区复兴国民小学附设幼儿园天使部落的快乐小农，我们来看他们获得的是我真的觉得复兴国小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从开始种，然后到长成，到最后的餐桌上自己吃掉，哎，那真的是食农教育最大的那个努力跟目标了。我们要请处长来说，基隆市的幼儿教育真的是名冠全国，很多第一都在这里。是，我们基隆市呢的确创下很多全国的第一哈，让我们教保品质呢是非常的优异。那在教保的服务量上面呢，在尤其是公共化，家长都很担心公立幼儿园抽不到。事实上，我们从103年呢，我们原本的非盈利加上公立幼儿园呢，总共是3250名的名额，但是我们到今年110年来到了5202个名额，成长的比率达到160%，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希望让我们的家长呢可以很放心的把孩子送到公立或者是非盈利幼儿园。那其中呢最受家长关心的就是2岁的幼幼专班，因为
这个真的是在公幼来讲太少太少了。事实上我们在103学年度之前，公立幼儿园是没有收2岁幼幼专班，我们从104年开始逐年收，第一年也只有46个名额，然后逐年成长。这个成长其实这个图不太正确，它不是直线的，而是这样子快速的一个成长，所以到今年呢已经来到了615个名额，足足成长了16倍之多。我想这个是满足家长对于2岁幼幼专班的一个需求。那2岁幼幼专班呢，它整个在就是公共化的幼儿园的比例呢，所谓公共化指的就是非盈利跟公幼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跟几个县市的比较上来看的话呢，基隆市就是最上面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点，我们在光在公幼跟非盈利就达到了超过30%，那如果再加上私立的话，我们超过40%，来到45.9%，跟103年的8.27%比起来，我们整整成长了5.5倍，这个是我们在2岁幼幼专班的上面的一个努力。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几年非常夯的，是非盈利幼儿园。我们基隆市已经达成7个区，区区都有非盈利幼儿园。那这里面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几个比较新的，可能今年才要完工的非盈利幼儿园。放大来看的话，这个是在五龙国小旧校区它的非盈利幼儿园，它的建筑非常的流线型，而且很新颖。那刚在今年的就是6月完工，所以在开学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可以把小朋友送到幼儿园来就读。那这个幼儿园它还很特别的一点，它是有交通车来做接送的，对家长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利多。那这个大家看起来哇，好像要去拿建筑奖的一个豪华别墅哈，这个事实上是在我们正滨国中的成长幼儿园，这个得标的法人呢，他是以透过儿童阅读跟儿童戏剧来发展他的课程主轴，所以这里是正面进去，从后面的后门出去之后呢，就是一片小朋友可以去种植耕种的体验农业园艺的区域，那再结合阅读跟戏剧演出，孩子们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快乐的成长。那在这个成长幼儿园呢，因为它在正滨国中地处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一样有幼童专用车可以来做接送。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漂亮的，针对幼儿的需求来规划的，设在中山国小内的中山非盈利幼儿园，大家看到它真的是美轮美奂，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家长有兴趣的，一样在这个幼儿园里面一样有娃娃车来做接送。这个南荣呢非盈利幼儿园，它是设在南荣国中之国中当中，它大概是去年12月左右开始招生的，它的就是学生的南荣国中呢对这所幼儿园是全力支持，所以也会有一些课程上的一些合作作为特色。那因为这个也是有点在山坡上，我们考虑到学生的需求，一样会提供娃娃车来做接送，方便家长。我想非营利幼儿园它最大的特色呢是兼具了私立跟公立的优点，所以它像私立一样寒暑假都正常上课，而且可以课后延托。但是它因为是非盈利法人经营，所以它的课程优质的程度呢不亚于公立幼儿园，我想是家长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那原本它一个月是3500元，但是从今年8月开始已经降到一个月只要2500元就好了，从明年的8月1号开始，每个月只要2000元就可以了。我想这个提供给我们基隆市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做选择。哇，所以只要2000元哎，没想到这么优质的幼儿园哎，真的是帮家长省很多荷包。像我们刚刚看到五人就在安乐区嘛，然后另外我们的正滨就是中正区海景第一排有没有？然后中山区的就是我们那个中山那个好漂亮那整片绿草地，然后我们的仁爱区我们的市中心也有南荣的南荣国中里面也有一个那个非营利幼儿园，所以很多选择越来越多是。
就是让家长可以放心的把小朋友送到幼儿园来，都可以好好的上班，不用担烦恼跟担心哦。那可以看到基隆市政府在幼儿教育上所做的非常努力。那当然说到停课不停学，这一个月来老师们真的是忙翻了。我们可以看到园长妈咪带着线上的老师，如何让小朋友可以更有兴趣的对线上学习充满着热情。那老师都变成了直播主啊，与学生亲切互动，还要确保学生把该学的通通都学进去。更厉害的是，必须要透过视讯教学，让小孩能够充分的学习。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处长啊，也感谢我们的园长妈咪，让我们看到基隆市教育的软硬体丰厚的实力。感谢两位，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接大组吧，来，好，我走，小心，要小心。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算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3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1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
自从搬进社会住宅，每个月我可以多汇点钱回家，有管理员，有公社，跟邻居也处得很好。最重要的是，我要做爸爸了。等孩子出生，还可以申请三房的房型，让幸福住进来，社会住宅。一氧化碳终结者诺阔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阔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